ベルガが。过来做什么？红衣说你喝醉了，让我过来看看你怎么样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二位的好兴致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殿下是王爷，想干嘛就干嘛。这屋子里面也没生火，冷不冷？心儿不冷，陪在北月哥哥身边，心儿一点都不觉得冷。别着凉了，我去给你倒杯热茶。北月哥哥，你刚起来，喝杯热茶暖暖身。二位先忙，我先走了。你等一下。怎么了，殿下？馨儿，你先出去。馨儿先告退。本王要谢谢你，与西陵的谈判。你为天阙拿下了五座城池，所以我想为你请封。不用了。王妃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我刚才看到司徒星儿从里面出来了，这么晚了，他怎么会从殿下的帐中出来？难道他夜宿在殿下的营帐中吗？王妃，你真要走啊？咱们生气归生气，可是走万万不是上策呀！你这个时候走，不正中那个女人下怀吗？娘娘，咱们去哪儿啊？你不愿意走吗？沈亮是娘娘的人，娘娘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那还不快去备车？是，王妃你不能走，你这个时候走，那个司徒星儿夜宿殿下营帐的事，不管是真是假，他就有借口要求嫁给殿下了。你一定要想办法堵住这个风口才是。我们本来就是合作关系。没必要那么做。王妃，这么晚了，你能去哪儿啊？天大地大，哪儿不能去？王妃，你不能意气用事。殿下虽然脾气古怪了些，可是对你那是一片真心啊，你不能一走了之啊。王妃，王妃，你别走。石灵，娘娘，马上准备好了。我们走。王妃，王妃，王妃。红衣，后会有期。王妃你别走。石良，王妃，王妃，站住！二王子，主将营帐是你随便能闯的吗？来人，在，看着这丫头，别让她扰了四王子。是。殿下，王妃她昨夜走了。殿下，要不要派人把王妃追回来？他既然想走，就随他去吧。殿下，殿下。Thank you.
请坐。备马。撤。撤。殿下。吕。殿下。娘娘她。她怎么了？我们刚走出几十里，娘娘就被李审司的人抓走了。说他有重案在身，畏罪潜逃。殿下，二王子也不见了。北燕，这儿，北燕，好久不见，我妹呢？我有事，等我回来再说。哎，这儿，干嘛去啊？这儿。